伤心，我也喜欢上布莱恩的样子，一代有眼镜，小小眼睛的金发女士，非常高挑，很聪明的孩子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看不到他的温柔，他的才华。很多年以后，我跟他一起工作，我告诉他，你不要放弃在演艺事业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很幽默，你很有才华，你的唱得很好，你只要有人要喜欢你，让人要喜欢你，把你满身的刺收藏起，你喜欢别人，观众就会喜欢你。终于成功的时候，陶晶莹就变成了一最可爱的陶晶莹。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，我家的电话常常不响，打电话失联，他在娱乐新闻骂我，他在哪里跟人生气。其实今天安妮老师说的很好，好像很少在电视上跟我气，对，因为我都在幕后，我一直希望陶晶莹你要发光发